谁呀、啊？Thank you.
标志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去机场啊，从这个墨尔本到机场呢是9公里。那我们这墨尔本呢也是这个边境上新兴建起来的一个小镇，以后呢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呀，也希望您呢到墨尔本来再次做客啊。在这里呢也祝大家旅途愉快，万事如意，每天都会有一个好心情，也非常感谢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的啊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这两天呢应该说很辛苦，我们这个司机师傅啊，邱师傅这两天呢一路到为我们大家保驾护航，那我们大家来谢谢他吧，好不好？支持我们一会儿到这个漠河机场呢，咱们这个行李箱呢是这个每个人的行李箱要自己托运自己的，而且每个行李箱是不能超过20公斤的啊，因为咱们南航有新规定嘛，所以呢我们